很好，就是比较有特色吧，就是感觉跟外面的相比还是很有它自己的特点，就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，味道很不错，很有嚼劲，口感上面会更加细腻一些。首先呢，进博会是一个非常好优质的平台，在进博会上呢，乌拉圭的工厂可以和很优质、很可靠，然后也很有实力的进口商能够取得联系，然后建立关系，进行稳定的合作，所以会给乌拉圭带来很多在贸易上带来更多的机会。在贸易上呢，也促进了乌拉圭对中国的牛肉出口有一个非常稳定、平稳的增长。进博会也是一个很大的舞台，可以让乌拉圭在乌拉圭牛肉、乌拉圭肉类这个品牌在很多的平台渠道上面进行了展示，让更多的中国的消费者认识到优质、健康、美味的乌拉圭牛肉。